So we only show two people's project. All right, 24, please stand up. 29, please stand up. 32, and then 37. All right. So I'm going to show 32. Alright, so I'm going to play it. Hi, this is Kelly Weaver, and this is my PowerPoint. Hi, this is my table of contents with the topics of Lewis and visited hotspots, school, toys, and learning. This is my other table of contents with well-known museums, popular foods, and special events. 从小妈妈就在东湖岸那里附近住，然后她的小学就是在这里附近。 其实我妈妈很可爱哦，她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去旅行，然后她很喜欢去可以去哪里，她都会一定会想要去。然后我妈妈，因为我阿公很喜欢爬山，我妈妈去过很多，有爬过很多很多山，然后看过很多很多很漂亮的风景。 我妈妈是我妈妈的小学是信安国小，我妈妈的国中是淮山国中，然后我妈妈的大学是革命三专。我妈妈小时候很努力，可是她有。 今天玩的话，他会跟他的姐姐去玩 hopscotch， 或者他们会吃很多很多东西，看谁可以吃最多。<笑>我妈妈有爬过很多很多山哦，可是她跟我讲，这三个是最美的和最高的。静安国小。 我妈妈从小都很喜欢历史，她有时间她都很喜欢去博物馆。我妈妈什么都不挑食，什么都吃，然后她很营养。她跟我讲，她最喜欢吃的就是刨冰。刨冰。 每年都会有烟火，那个烟火会在101的每一个方向都会跑出来。<笑>我最喜欢台湾的美食，他们的风景也不赖啦，台湾赞。 Although it's not fluently in Chinese, but it looks pretty, pretty good, right? All right, so next, the second project, 32. All right, let's take a look. Hi, this is Kelly Weaver, and this is my first video. 我要放下一个，对不对？对。 老师太老了，连 PowerPoint 都不会。<笑>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位同学的37号的作品。好的，来。非常有台湾味。<笑>我这个三岁要讲我妈妈、爸爸在哪里出生的。 三个地方你一定要去，和你三个都吃，你一定要吃。我妈妈是在台南盐水出生的，她小时候是从小学到高中都在台南念书。
我爸爸是在台中出生的，从小学到高中，跟大学都在那里念书。去台湾一定要去阿里山坐小火车和看神木，坐火车也要吃汤粥，顺便打米。台湾的夜市也是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去，夜市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和很多很便宜的东西可以买。去台湾你要看盐水的风炮，风炮很大声，然后很容易被打到，可是跑完车要带很大的外套和帽子。去台湾一定要吃台湾的臭豆腐，臭豆腐有些人觉得不好吃，臭臭的，可是我觉得很好吃。去台湾你要吃台湾的牛肉面，牛肉面很多地方都有，然后都很好吃。去台湾要吃台湾的小笼包，小笼包里面有很多汤，睡觉的时候都会弄破。我每次去台湾都一定会吃小笼包。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因为台湾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很多地方可以去。爸爸妈妈觉得在台湾出生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因为台湾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然后